这20多年来，我们创作制作了许多陪伴孩子长大的经典学习专辑，如今在 YouTube 频道一一排队上架，欢迎你来支持及鼓励，签购成为372温暖粉丝。梁上有双燕，翩翩雄与雌，衔泥两船间，一巢生四儿，四儿日夜长，所食深滋滋，除有养居以为生者，楚人谓之居躬，旦日必不分众居于庭，使老居率以之山中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，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元丰六年10月12日夜，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。一侯死见冥王，求转人身。王曰：“既欲做人，须将毛尽拔去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”孝子无姓名，人以其雅而孝也，谓之雅孝子。雅孝子性至孝，有母年已老，天下事有难一乎？为之则难者亦易矣，不为则易者亦难矣。人之为学有难易乎？学之则难者亦易矣，不学则易者亦难矣。窗外有枣林，雏雀齐飞齐下，猫避身林间，突视雀母，其雏四五，噪而逐猫，美尽易怒。先生不知何许人也，亦不详其姓字，宅边有五柳树，因以为好言。372 YouTube 粉丝频道，你的加入是一份支持，是一份鼓励。